星满岛光日前受邀来台担任金马大师课讲师，他与徐光汉一同在金马奖担任颁奖嘉宾。满岛光在台上用中文自我介绍时说道：“大家好，我是满岛光，我爱面线”，表达对台湾美食的喜爱。没想到隔天就有民众在社群贴出目击到满岛光现身台北知名面线名店。几张照片中，满岛光在一家面线店前排队，还隐约可以看见他面带微笑，感觉心情非常好。而之后，满岛光也在社群晒出面线的认证照，并写下“台湾的最后是面线”，并加上爱心符号。网友一看，纷纷大赞留言：“太可爱了！”他说很爱吃台湾的面线，是真的。Bye.